做个问候，也跟大家做个介绍。因为殷老师除了在教导大家做太极的课程以外，每一年我们写春联，老师的那种行云流水的挥洒哈，其实我们真的佩服投地啊，那个地板是不能挖个洞，不然已经磕下去了哈。好，所以再一次要感谢老师，也请老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详细的班级的介绍，好不好？谢谢老师。善组，好，来为你们表演。身体健康，想以养生太极拳由殷老师指导。殷老师已经多年没有招收新生，今年六月一号开始，他想要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报名费500元，然后体验9周，每周三晚上7点半到9点半，木心市场活动，木心市场2楼，就在景美园中旁边。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现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第一桌的那个服务处报名处去领取他们的那个报名简章，参加这个养生太极，让你身体健康，健康是有钱买不到的哦。最在这个慢、圆、柔之中，含有气，含有力，还有静，柔中带刚，可以松弛紧张的情绪。现在人呢，生活紧张，然后尤其是那个没办法入眠的人，你只要能够松弛你的紧张的情绪，松弛你的筋骨，也会让老年人他的动作更灵活，平衡力更好，增强免疫系统，这是最新的研究证明。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他们的团体。他们的报名简章就在我们的第一桌服务处那边，请有踊跃去报名哦。
传太极拳第六代弟子，师承李静川大叔。他现在是国家级太极拳的教练跟裁判，也是响应养生太极拳协会的理事长，中华民国太极拳的总理会理事。能够得到他亲自的教授，想必你们都很健康很幸福。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去参观一下，体验一下这九州免费体验，让你健康，也让你快乐，让你的家庭更幸福。太极，谢谢你们精彩有力的演出。